好，那么，刚刚说的是模板语言里面的模板变量，下面呢就是模板语言里面的模板标签啊。什么模板标签？其实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for 循环。那么这些 for，MPD and for 啊，这些呢都是这个模板标签啊，都叫做模板标签。那么在模板语言里面呢，在模板文件里面，你可以呢写代码段啊。这个代码段呢放在哪里面呢？放在这个花括号。百分号里面啊，百分号里面。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 for 循环啊，for 循环。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呢给大家再做一个例子啊，把这个 for 循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我在这边，在这里面呢，我新建一个模板文件啊，新建文件，叫 template tags 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模板标签，模板标签。OK 啊，那么然后呢，下面呢，我要定一个视图啊，定一个视图，这个视图呢，我叫 define，就叫 temp 啊，叫做 tags。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先不写东西啊，我们就先写一个模板标签，模板标签，那么里面的内容我先不写啊，然后这个地址呢，我叫 temp tags 啊，temp tags，就叫它，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把它呢，拿过来，在我们这边去配置一下啊，URL。那么啊，上箭括号叫它，对应的呢就是我们这个 views 点 temp tags 啊，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模板标签。那么然后呢，下面啊找个人提问一下啊。我先说一下啥问题啊？就是当我浏览器呢一敲这个地址的时候，对吧？一敲这个地址的时候啊，那么你需要呢在这个页面上呢给我显示出我这个图书表里面所有图书的标题啊。这个呢是我讲过有大概2遍到3遍了啊。这个叫做这个云霄啊，来说一下啊。就在这个里面怎么做啊？就是在我一敲这个地址的时候，你看到啊，现在我一敲这个 temp tags 的时候，对吧？那么这里面我看一下啊，这里面我们还没返回东西，对吧？这里面还没返回东西啊，我就这里面先返回一个东西啊，return 一个 ITP response 啊，写上一个，request 啊，直接我使用 render 吧。写上一个 render，那么 request，我们要使用这个 book test 下面的 temp tags 啊，然后现在呢，我一敲这个地址的时候，好，它给我显示的是一片空白啊。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我一敲这个地址的时候，你在这个页面上啊，给我列出来我们这个 book info 表里面 select 星，from 我们的 book info 啊，那么这个表里面的所有图书的标题，这个怎么做？好，来，你说一下啊，来，可以给你10秒钟啊。哦，导入模块是吧？导入哪一个模块？好，book info 啊，book info 已经导过来了。你导过来之后呢？就是 book info 啊，点 objects 点，对吧？OK，然后，接收啊，接收完呢？接收完了啊，这接收完了，对吧？接收完了之后，这个数据最终要显示在哪里？是不是要显示在这个文件里面，对吧？那么你这个数据查到了啊，下面你就要把这个数据呢给这个模板文件啊，就是你把这个数据通过模板变量呢传给它啊，传给它。OK，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主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查找所有图书的信息。那么查找出来之后呢，把这个东西传给他，对吧？那么
传给他之后，我们说最终这个页面的显示呢，是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呢进行一个控制，对吧？那么这个控制里面应该有什么？我们先写一个 URL， 对吧？先写一个 URL。好，在这里面呢，是不是我们循环遍历出每一本图书，对吧？for book 啊，因我们的 books 啊 ，for 循环呢有一个结尾叫做 end for， 对吧？里面呢，我每遍历出来的每一个呢，都是一个 book info 的对象。我要取它们的标题，比如说我要把它放在 LR 里面，我就可以写上一个 book 点 b title， 对吧？好，这样的话，你在这边，你直接一刷新，它是不是都显示出来了，对吧？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显示出所有图的标题，这个主要在这里面呢，你就是啊，我们在这个做网站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只要你去用，你要去在页面上显示数据啊，如果呢这个数据在数据库里面，那你就通过这个模型类去查。至于你查出来之后，对吧？这个数据最终它展示在哪里？它要展示在一个页面上，你要把你查到的数据呢，把它传给一个页面啊，在页面里面你去控制它应该怎么进行一个展示啊，进行一个展示。OK，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for 循环 and for 啊，它呢就是一个模板标签。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在 for 循环里面，你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呢去获取我们的 for 循环便利到的第几次，那么你可以使用一个模板变量，这个模板变量呢叫做 for loop 点 count 啊，通过它获取我们便利到了第几次。你看到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在这里面写一下，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写一个叫做 for loop 点 count 啊，然后我们加两个横杠啊，你在这边进行直接呢做一个刷新，你看到它的1234567，对吧？这就是啊，你在 for 循环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模板变量，获取 for 循环便利到了第几次，那么从一开始啊，从一开始进行一个计数啊，计数 ，OK 啊，这是这个 for 循环里面的 for loop 点 count 啊。然后我们要再给大家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模板文件里面呢，你也可以进行这种 if else 它的一个条件判断啊，条件判断。那么这个条件判断呢，它支持的这个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和不等于，跟我们的 Python 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而且呢，它还支持这个条件之间的逻辑运算，比如说这个 not and or 啊，也跟 Python 一样的啊。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点你要注意啊，进行比较操作的时候，比较操作符的两边必须有空格啊，不能紧跟啊，就比较操作符两边不能紧跟这个变量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呢，我们就是我看一下我这个里面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我现在是这么几条数据，对吧？我们就做一个例子啊，如果把这个小于等于二的这个图书的标题呢，给它设一种背景颜色，小于等于五呢，给它设置一种背景颜色，其他呢再来一种背景颜色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我就先在这边定义几个样式啊。我们先在这边写上一个 style， 然后比如说我先定一个红色啊，点 red 啊，这个 background color 呢就等于这个红色，然后再来一个黄色吧，yellow 啊 ，background color 等于这个。yellow，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绿色啊 ，green， background color 等于这个啊，好 ，green 啊 ，OK， 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把小于等于二的啊，小于等于二的这个图书的标题呢，给它换成一种红的背景颜色啊，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呢做判断了啊，就是，如果这个它的 ID 呢小于等于二，就是 book 啊点 ID， 那么。然后啊，小于等于这个比较操作符等于这个二，我们说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比较操作符两边不能紧跟后面它两边的东西啊，必须有空格，至少有一个啊，至少有一个。OK， 然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判断就是 if， 然后呢，它还支持这个 l if 啊，就是 else if 的意思。如果 else if 我们的 book ID 它小于等于五的话啊，等于五的话啊，这是一种条件对吧？好，其他的呢就是属于我们的。else， 那么 if 呢？这个条件它呢需要有个结尾啊，叫做 end if 啊 ，end if。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啊，如果呢它等于它的时候，我们给它加一个 class 等于这个点 red 对吧？点 red 啊 ，OK。那么其他的，然后我们把它拿一份啊，
好，这里面呢我们就换成这个 yellow， 然后呢这里面是这个 green 对吧？啊，这个不要点是吧？不要。啊，不要点啊。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刷新啊，你比如我在这边刷新啊，看到没有？对吧？这不是红色，哎，黄色和绿色啊。那么这个像个国旗是吧？好，那么这一部分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条件的判断啊，条件判断。哎，你要注意的就是条件之间呢，如果是逻辑关系的话，你就用这个 not and are 啊，这个很简单，我就不再写了啊。这个只是给大家说一下，你要注意的就是比较操作两边必须有空格。哎，假如说我们写这个时候，你直接往这边一删，你会看一下啊，它这边立马给你报一个红线啊。然后呢，你在这边你去刷新的时候，它就报错了啊。OK。OK 啊，哎，这里面你要注意的一个点啊，注意一个点。那么，哎，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模板标签里面又给大家讲了一个 if 的一个条件判断啊。那么其实Django里面它有很多这个标签啊，很多内置的这个标签。哎，你这一部分在哪呢？还是在这个官网的文档上面啊。这边你点开之后，找到这个模板，模板这边呢有一个内建标签和过滤器，然后你点开之后啊，到达这个页面的时候，你看到这边呢就有很多啊内置标签参考指南。你比如说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 for 对吧 ？for empty， 然后呢这个 if， 哎这个还有这个操作符对吧？比较运算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哎它还有这个 if equal 啊，这个应该是判断这个等于的对吧？哎 if not equal 哎就是不等于的啊，不等于的，哎，它还有很多啊。那么其中呢这一部分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里面有些呢我们的操作符我们后面也会用到啊，用到的时候我们再说某一个啊。这个你先知道它有很多这个哎标签，模板标签啊，这些都是模板标签。哎，好，那么然后再往下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就是这个模板的过滤器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我现在呢，我们再新建一个页面啊，我就再新建一个页面，我直接把这个拷一下啊，把这个拷贝一下 ，copy 一下，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改个名字啊，哎，这个叫 temp filter 啊 ，temp filter， 哎，它呢就是这个模板过滤器，哎，过滤器啊 ，OK， 在这里面呢，哎，我们这个 for loop 我就不要了啊，哎 ，for loop 我就不要了。然后把这个哎给它换掉，这个 for loop 呢我们也不要了。好，那么这些呢我们只是把这个啊哎只留一个吧，哎只留一个 if 和 else 啊 ，if 和 else。然后，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除了显示这个图书的哎标题之外，还要显示出它的出版日期，哎就是这个 book 点 bpub date 啊 bpub date， 哎这里面再来一个。book 哎点 bpub date 啊 ，OK， 那么这个对应的视图呢，我们也是呢，哎把它根据我们这个啊，其实呢跟这个基本上一样，我们把它直接拿过来一份啊，改个名字，哎这个叫做 temp filter 啊，然后这个是呢我们的模板过滤器，过滤器 ，OK， 那么这个呢？使用的也是查出所有图书啊，这个使用的是我们的这个 book text 下面的 temp 斜杠啊，哎 temp filter 啊，这个 OK， 那么这个地址呢我们也改一下，哎这个地址呢就叫 temp filter 啊，就它啊，然后在这边加一项配置，哎直接呢来一项 URL 啊，哎叫做 temp filter。到了啊，对应的就是 views 点 temp filter， 哎，它呢就是这个模板过滤器。OK， 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打开这里面点击直接输这个 temp filter， 哎，这边你一敲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把小于等于二的这个显示出它的这种哎日期对吧？那么然后呢，你看一下这个日期，它现在是不是这种格式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要想让它以中文的格式呢进行显示啊，哎我要控制这个日期的格式呢以中文的格式进行显示，比如说围绕它的格式呢就是显示什么1999几年，哎比如说1999几年，哎然后呢写上一个
哎，后面来一个年，我就要这种格式啊，年后面呢，哎，几月，哎，比如说一月的话，就来一个零一月，哎，多少日，哎，我要以这种格式啊，哎，十一日，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十一日啊，我们就让它以这种格式呢进行一个显示。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看到这边呢，它显示的是这种格式啊，我们要想控制它以这种格式进行显示，那么就要使用到我们的模板过滤器啊。那么模板过滤器它干嘛呢？它就是用于对模板变量呢进行一个操作啊。比如说我们的过滤器里面有一个过滤器的名字叫做 date 啊，这个 date 过滤器呢，它呢就是用于改变日期的一个显示格式啊，改变日期的显示格式。好，那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啊，怎么去显示啊，怎么去使用一个过滤器。那么使用过滤器的格式是这样的啊，模板变量对吧，你要用过滤器呢去对哪个模板变量进行操作，就是竖线后面跟上这个过滤器。哎，过滤器的话啊，它呢，哎，本质上是一个函数啊，它可能需要参数，如果需要参数的话，你需要冒号后面呢跟上一个参数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date 过滤器怎么使用啊，就是直接找到我们的 time filter， 然后呢我现在要控制小于等于二的这个日期的显示格式啊，我就在这边直接是竖线直接写上一个date 啊 ，date， 哎，这个 date 里面呢，它要你给它传一个参数，哎，这个参数呢控制这个日期的显示格式啊，它的格式有哪些？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你看到啊，还是我们刚刚这个页面啊，这里面内置标签和过滤器，这是内置标签的指南，对吧？然后再往下啊，找到这个内置过滤器的参考，那么这里面呢就有这个 date 啊，然后你点开 date 里面，你看到啊。它呢会给你介绍它这个到底怎么用啊，对一个 date 变量呢进行一个格式化啊，就是格式化显示。那么它里面的可用的格式字符串，哎，那么包括这些啊，包括它会告诉你怎么用，对吧？它会告诉你怎么用啊。那么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控制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 Y， 这个格式呢是代表这个年，对吧？哎，四位的年，然后小 Y 呢？两位的年，就没有前面这一部分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 M， 大 M 啊，然后比如说大 M， 你看这个月呢是这个英文的月，对吧？然后小 M 啊，小 M， 哎，也是月，两位的月，哎，是01到12。这边呢还有一个 N， 也表示月，哎，就是一的话，如果是小于一位的话，前面的0呢是没有的啊。然后这是 M 表示这个月啊。然后再往下这边还有这个D， 哎，看到没有 ？D， 哎，天，那么天呢，表示这个零一到三十一，对吧？哎，天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去看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哎，大 H 和小 H， 大 H 呢表示这个小时，二十四进制的小时，哎，小 H 呢表示这个十二进制的小时，然后这个分钟，分钟的话这边有一个 I， 哎，你看到没有？哎，这边有个 I 啊，分钟，哎，就零零到五九啊，到五九，然后这边呢，秒呢？哎，你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S 啊， S 呢代表这个秒啊，这是它上面的一些格式。然后呢你比如说这边表示这个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勾啊，小勾呢也是哎天，只不过前面呢如果是个位的话，前面的零呢是没有的啊，这里面是它的一个格式，哎，你可以在上面去查找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让它哎去控制它显示的格式，哎，这里面呢你就可以传参了，哎，大 Y 呢表示这个四位的年，我就写上一个 Y 年，然后横杠，哎，多少月？月的话，我也用两位的月啊，直接写上一个 M 月啊 ，M 月啊。然后天的话，我们也用这个两位的天，直接是 D， 哎，然后呢日，哎，对吧？你这样写好之后，哎，现在呢你在这边，哎，你一刷新，哎，它是不是就变了，对吧？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过滤器啊，它的一个作用，它呢就是用于对前面的模板变量呢进行一个操作啊。比如 date 过滤器呢，它呢就可以控制我们日期的显示格式。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lens 过滤器啊。lens 过滤器的话，它呢可以呢去求长度，哎，求长度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啊。你比如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页面啊，你可以找这个 lens， 哎，它这上面都有介绍啊 ，lens。lens 的话你看返回值的长度，对吧？这个是适用于我们的字符串和列表啊，哎，求它的一个长度。那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字符串看一下我们这个图书，对吧？
哎，这个图书的标题是不是个自助串？哎，比如说我要求它的长度啊，我就可以直接在后面写一个竖线，写上一个 length 啊，哎，这是它啊，写上一个 length 啊，然后你在这边，哎，你直接一刷新，这一个五一个四，哎，刷新，哎，它就一个五一个四，对吧 ？OK 啊，哎，这是这个 length 啊，那么这个后面没有啊，就自助串和列表啊，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default 啊 ，default 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干嘛的。你还是去设置上面找啊，它上面都有介绍。然后呢，找到这个 default 啊 ，default 的话，哎，看到啊，如果 value 的计算为 false， 则使用给定的默认值啊，就是你前面这个 value 是不是计算为假的时候，它就给你输出的是这个默认值，哎，对吧？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模板变量的时候，我们说你使用这个模板变量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它是不是不会报错？它默认是用空字符串填充。那你像这种，哎，我们使用不存在的模板变量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哎，你比如说我就在这边啊，我们在下面写一个啊，叫做设置默认值。哎，比如说啊，哎 ，default， 我们就写一个 default 过滤器啊 ，default 过滤器。OK， 然后比如说现在呢，哎，我们只传过来一个 books， 哎，比如说我要使用一个叫做 content 啊，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对吧？哎，肯定没有的啊。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刷新一下，你在这边，你一刷新，哎，它是不是不报错？它是空白，对吧？哎，空字符串填充啊，我可以在后面给它写上一个 default 啊，然后我们就 default 里面呢，我就给它写上一个 hello， 然后你在这边，哎，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刷新，哎，你一刷新，哎，是不是显示 hello？对吧？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 default 过滤器啊，就是你前面这个求值的时候，如果是为，假的话，对吧？为 false 的话，它会使用后面的默认值啊。这是这个 default 过滤器啊 ，default 过滤器 ，OK 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它的里面的三个过滤器。那么它的过滤器呢还有很多。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也是啊，你呢去这上面，你看它的一个介绍。哎，你比如说这个 add 啊。你点到这个 add 上面，它都有介绍啊，是不是？把 add 后的参数加给前面的 value， 对吧？给你举的例子啊，如果是4的话，输出的是6啊，输出是6 OK， 然后呢，你比如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啊，哎 ，type first 啊，那么这个呢是大写变量的第一个字母，哎，就是把这个 value 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字母呢变成一个大写的啊，变成一个大写的。好，这些呢你就可以呢去这上面啊去查啊去查它怎么用啊 ，OK。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模板过滤器啊，模板过滤器和模板标签的话，哎，这个参考的文档的地址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